这就是英国威尔普兰菲尔轻轨保存有限公司的安德鲁查曼董事 Andrew, please welcome。紧接着介绍，这是法国皮蒂维耶交通博物馆 Jean Paul 巴伦斯董事 welcome。Next， 这是法国皮蒂维耶交通博物馆工程师西里欧欧西里欧奇，欢迎，谢谢。以及日本远轻艇丸濑部森林公园小玉浩史先生 ，welcome。以及日本河北町中央公园武田敏夫夫妇，欢迎，谢谢。那么来自我们这是嘉义县文化观光局的徐友仁许局长，刚刚也有莅临哦，谢谢。紧接着呢，这是文化部文化资产局，包含了我们的蔡英梅蔡科长，还有温助林温科员，欢迎。积极介绍，这是林务局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黄妙修黄处长，欢迎。AST 韦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，这是唐业文化节的总顾问林应廷林顾问，欢迎。以及我们台湾铁路管理局林志平林副总工程师，欢迎。持续介绍，这是我们台湾历史博物馆林崇熙林馆长，欢迎。以及我们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张仁吉张副局长，欢迎。紧接着介绍，这是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苏义照苏厂长，欢迎。持续欢迎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许乃义许监事，欢迎。亚太遗产铁道暨旅游组织谢明勋谢副主席，欢迎。紧接着我们介绍，这是我们台南永康国小我们的黄彦硕黄老师，黄老师会在下午呢也有精彩的分享哦。紧接着这是群林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简家宏简顾问，欢迎。以及我们铁道文化研究联谊社杜荣昌杜会长，欢迎会长，这是标准的铁道迷哦。火车邮票俱乐部铁路邮刊我们的主编魏耀林魏主编，欢迎。陈勤忠建筑师事务所的陈勤忠建筑师，欢迎。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许兆新许会长，欢迎。新小牛顿少年牛顿杂志发行人黄崇成黄发行人，欢迎。蒜头糖厂工厂村黄江正黄村长，欢迎。以及台北市中山社区大学罗文德罗老师，欢迎。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工业设计学系以及研究所林东龙林副教授，欢迎。持续介绍，这是开南大学交通运输学系黄迪昌副教授，欢迎。以及我们许多台糖公司的代表，再次的感谢。那么今天的开幕仪式是顺利圆满又成功哈，马上呢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第一个节次的我们的论坛，我们特别呢掌声来欢迎我们的 keynote speaker。